这北展门口好几家卖花的，他们说屋里都供着我的相片。好家伙，卖花的祖师爷啊！我救活了不少卖花的啊！谢谢各位。嗯，为什么老说观众是衣食父母呢？一点都不假。嗯，拿我们当亲人这么捧是。其实您也都知道，咱这么些年了，嗯，我还是那说相声的郭德纲是啊。嗯，因为我们在一块儿，就这么些年来啊，尤其是我们哥俩。先等一会儿啊。哎，你要不打的介绍我别往我这比划一下行不行，多别扭。不用介绍，这没有不认识的 啊是著名相声表脸艺术家。哎，这表脸像话吗？什么这在网上骂人的词儿？没事少上网 啊这没听说过，叫表演表演艺术家。别写艺术家谈不到，谈得到啊，早晚你也是一代宗师啊。我是狗啊，是怎么着？怎么说？一代宗师，一代宗师，不敢这么说。这都是车震一时的好演员。什么词儿啊？您什么车震一时？怎么说？名震一时。明天去，明天。哎，这嗨，今儿冷是吗？哦，什么呀？车里没暖气。这名震一时，名震一时啊。嗯，我们哥俩在一块儿啊，快半辈子了。是，没有别的手艺啊。对，就会说相声。小学的这个，但是实话实说啊，嗯，岁数一天一天大，嗯，真的，你不是说二十来岁那会儿啊，当年小孩的时候说相声，不知道累啊，可那年轻啊，站台上怎么说都没事，嗯，一个钟头俩钟头假的一样，是，现在时间长了腰酸腿疼，这岁数大了，连他媳妇儿都说我，我媳妇儿怎么说你？现在可不如原来了，对，谁说？什么意思？这是真的啊？哪儿这话？所以咱得好好的说啊，对得起大伙儿的每一张票钱。是啊，嗯，为什么我跟谦儿哥能合作这么长时间？嗯，首先说这个行业很独特。哦，相声是世界上最简单的艺术形式。嗯，但也是最难的。这怎么说呢？有没有这个桌子一样说相声？哦，有没有这个大褂都无所谓，这是服装，带着嘴来就行了，就说简单。嗯，但说好了不容易。哎，这得下功夫，因为我们这儿什么都没有。什么都没有？我拿手一指，这儿有一冰箱啊。嗯，你一定得相信这就是一个冰箱。哎，我们这是无实物。电影不行，电影里边哇，这一冰箱你能把电影院砸了。那是他得有道具，他那个是直观感的。嗯，我们简单抽象，一比划就行。嗯，时间地点场合人物矛盾冲突喜剧节奏，嗯，都是一张嘴说出来的。对，当然这个东西也限制了我们的发展。哦，没有办法。嗯，故事第一就说是我的。嗯，第二就得说他的事儿。嗯，第三就说他们家里人。嗯，我占俩这玩意儿，那怎么办呢？说相声五门功课嘛，啊，说学逗唱还有他家人。哎，没听说过。不能说别人呐，哪能说别人呐？别人不行吗？只能说自己。嗯，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最快的速度把您带到故事当中来。哎，这快。你以为我站台上天天的，哎呀，谦儿嫂如何如何，嗯嗯，谦儿的儿子如何如何，你以为我天天说他我那么开心吗？啊啊，你就是这么开心啊。这我都瞧出来了，这老这么鼓励我，这是鼓励吗？这个别人不明白，您应该明白。嗯，您是干这个的，说相声的吗？你是说相声的，你应该理解这个。嗯，为什么郭德纲在台上老说你？是啊，因为你挣的这份钱。对，这倒是。我打小说相声，捧哏出身啊。嗯，我在桌子里边站了十年啊。嗯，外边换谁谁上来，郭德纲他媳妇儿落如何？哦，郭德纲他爸爸怎么怎么着？嗯，那词儿就这么设计的。对，谁来这活谁就应这个，就捧哏嘛，跟唱戏一样。嗯，九十岁的一老艺人，嗯，老艺术家九十了，嗯，上台他唱小生的，他在台上也演的是个孙子。对，他没有，你不能说他都九十了，你们不尊重他，他挣的那份钱，说白了就是这样。六岁的孩子，嗯，唱老生，六岁一小孩上台带一胡子，他演的是个爷爷。嗯，你那哪说理去呢？嗯，对不对啊？什么叫艺术？嗯，艺。说的是我的能耐，嗯，术是把这能耐卖出去，哦，这叫术，这搁在一块儿，这叫艺术，嗯，对您来说是个乐趣，对我们来说是个饭门，嗯，就是吃饭，剃头修脚说相声种菜，嗯，上非洲当个皇上，嗯啊，就这么简单，嗯，当然了，
人分三六九等，肉分五花三层。能跟谦儿哥合作，嗯，我之幸也。您客气，跟咱们哥俩合作是半辈子了。嗯，真的，实话实说呀，啊，要是没有他，我这相声说不好。您太过，实话实说，这个人家的成长环境，整个人的素质方方面面，高我们一头。您怎么那么客气？真的，你包括你上家看看，你真实的接触一下什么谦儿嫂，包括于老师的父亲母亲，你会觉得，哎呦，人家这个家庭这份儿，不接触我呀？哎呀，接触那几个人，你就知道为什么谦儿哥忠厚长者。哦，从小家庭环境方方面面，你又捧我，谦儿哥，我熟悉他啊，三岁习文，四岁学武，五岁胸口碎大石。这练这个，二十岁参加工作。嗯，哎，我五岁胸口碎大石，二十岁参加工作。嗯，中间这几年呢，养伤啊。我跟大石们谁碎谁呀？我们谁碎谁都行，这没听说过。良好的家教啊，真的啊。嗯，谦儿哥的父亲，嗯，那个老爷子这份儿是，那说句实在话啊，嗯，我瞧见他父亲，我总是毕恭毕敬的。就很尊重老爷子，也见过大世面，嗯，享过福，受过罪，是不同的时候经历过不同的事情，那经历太多了，那一辈子就是一个百科，一个副科，百科全书，百科副科，说清楚了，说清楚了，百科那叫什么？百科，大百科副，大百科，大百科全书吧，您就大爸全书了，真的，哎，这好嘛，全书的副科上了，不是。出的那个书叫什么啊？就叫百科全书，他爸爸四个字儿，大百科全书。哎，对，说不清楚。说这老爷子真是啊，啊，享过福。嗯，当年家里边嗯有条件有身子，享过福。是青年时代自己创业受过罪，那倒是。老头什么活都干过。嗯，想象不到的事儿，多龌龊他爸爸。哎，什么叫龌龊呀？多窝心的活他也干过。他干过什么呀？他哎呀，卖力气，哦，卖苦力，卖苦力也去。嚯，原来富家子弟，说这卖苦力，卖苦力也行，这挣钱嘛，为凭自己这膀子力气挣钱吃饭养活一家，也是有志气。那个大楼，嗯，吊在外头给人擦玻璃，就现在咱们叫蜘蛛人呢，啊是吧？那会儿没有，那会儿他爸就反正就一只猪呗，是吧？啊，一只猪个，不是一只猪，这个蜘蛛人吊在那擦玻璃，大楼外头，当年哪有那个词儿去啊？他爸爸就吊在外边啊，嚯，哎，对对，一只王八这是。就在外边擦吗？那叫擦玻璃，大玻璃啊，一个手就行。熨膏，熨膏还干这？平时他爸爸站着都熨膏，一定坐着。没听说过，一站起来就吐，你知道吗？好家伙，这么些年还没习惯，是吧？啊，还能擦玻璃，吊上挣钱，就为这钱养家糊口。嗯，当然后来他擦玻璃也自己找寻快乐呗。这能找什么快乐？那你怎么炼钢工人都这么喜欢炼钢吗？哦，纺织女工都喜欢纺织吗？也是工作，但是如果工作跟兴趣结合在一起，那就是老天疼你。这倒是，他爸爸开始擦玻璃，最早是谋生，到后来挺喜欢，这就干一行爱一行了吗？你看，都说高处不胜寒，吊在半空中，嗯，微风袭来也挺开心。哦，找擦擦玻璃哈，嗯，挺好。嗯，哟，什么呀？擦太干净了，就看见人屋里头了。哦，有一大姐换衣裳。哦，他看见这个了，大姐一丝不挂，嚯，一丝不挂换衣裳，你爸爸在这儿，嗯，嚯，大姐一回头，呜，全看见了，四目相对，啊，这女的急了，是啊，这流氓俩字就要喊出来了，喊，他爸爸急中生智，啊，看什么看，嗯，没见过擦玻璃的，啊，嗨，这谁没见过呀这？你这玩意儿反应快就是有好处。为什么谦儿哥台上反应那么快？这玩意儿跟那没关系，没看过擦玻璃的，跟那没关系。咱们听了，哎呦，这太棒了，这个啊，啊，老头值得学习，就这个呀？那当然了，啊，你听着是笑话，平时台下他父亲啊，嗯，跟我们在一块不说笑话，不说笑话吗？爸爸就不苟啊，不苟，是、啊、是。是多新鲜！什么叫不苟啊？不是有一词吗？不苟言笑吗？啊，对，您把后面那俩字说出来呀、啊。成语不是也可以简单的说吗？对，就这词儿不能这么简单。哦，我以为可以切一半说呢啊。他爸爸言笑，不苟言笑，嗯，特别认真。我们见他爸爸就怕的都不行了，是吗？他也是怕他爸。那是那会儿他爸爸蹬一自行车，
啊，驮他上学去，送我。他那会儿小啊，啊，这脚别在车轱辘里边了。哎呦，这多疼啊！要是那个庸庸碌碌的家长，嗯，就得下来。儿子怎么样啊？疼不疼啊？哎呦，我的儿，庸庸碌碌的家长，这叫庸庸碌碌。哎，我爸爸呢？他爸爸，嗯，这卡住了，就知道卡住了啊！连头都没回，怎么办呢？站起来骑。哎呵，哎呀，哎，行了行了，我活这么大不容易呀、啊，我这。站起来骑，厉害呀！啊，多可怕！我听着都可怕呀，这玩意儿。嗯啊，这都小时候真事儿。嚯、哦，好！那会儿一个学校，嗯，公认的好学生。是啊，我那会儿要考个65分，嗯，我就美死了。哦，要是65分，我爸我妈带着我上庙里还愿去。我靠，至于不至于？哎呀，65，谢谢老佛爷保佑啊！及格了吗？高兴。他、嗯、考99分都不敢回家。也是残疾人要强，我这脚都没了，胸口还碎着呢，活不了了，我这啊，嗯，你比张云雷那颗散的厉害，怕你溅我一身啊，99分不敢走，就是都放学了，我们这65、62、64的，嗯，我们这都打庙里边庆祝回来了，嚯，嗯。他这个99，眼泪哗哗的，就差一分不敢走。嗯、说那你得回去啊，是得回家呀、啊。眼都哭肿了啊，拿这张考卷哦回家。到家门口，他爸爸正遛狗呢。哦，门口遛狗。哎，遛那狗。嗯，回来了，回来。这么横，考多少分？嗯、看看吧，99。嗯，老头急了。哎呀，这拉着狗呢。啊。什么意思？这是把这狗抡起来砸脸上，好家伙，这狗招谁惹谁了？这连人带狗都懵了。关键是这狗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！打那儿起，邻居给他爸爸起个名叫什么呀？中华田园人。哎，这没听说过，哪有这名字呀？这样的。成长经历啊，他能不出好样的吗？也没什么，可以了，是吗？可以了，拿我们当亲兄弟啊，咱们关系好。我啊，高峰，嗯，我们这都一块长起来，师兄弟吗？那会儿那个曲艺团有那个培训班，是就搁在戏校里边，因为戏校给那个文凭，嗯，哎，把我们都搁在那儿，是给曲艺团代培的学生。对，我们那个班同学，嗯，他比我们大4岁。对，竟然一个班啊！您这意思，我蹲4年班是吗？哎，打小在一块儿，真是跟亲哥哥一样。嗯，喝茶，嗯，人家花钱。嗨，就别提喝酒啊，人家花钱，有就发呗。吃饭，嗯，人家花钱，该应该，哪怕去那个地方，也是他花钱。您先等一会儿吧，去哪个地方？新华书店。哎。好家伙，您管新华书店叫那个地方是吗？啊，你叫那个地方？嗨，您说这别扭。哎，就是拿我们当亲兄弟是一样的啊。家里也真有钱，是真的。哎呀，谈不到，真的。好家伙，我们用 BB 机，嗯，赶上 BB 机啊，嗯，行了，啊，这说着就用上了。嗯，哎，人家用大哥大，嗯，是吧？后来我们用手机，人家的手机永远比我们先进。买的好的啊，我们后来还用翻盖的那个啊，人家已经用苹果的了。哦，对了，苹果半啊，苹果半还没到苹果一。哎，嗨，太早了啊。嗯，人家反正永远赶在我们前边。嗯，到后来人家那儿拿指纹开锁，我们都新鲜。哦，啊，哟，人家这手机怎么了？不懂，谦哥拿指纹开机啊，哦，滑一开，我们都没有。嗯，再后来我们也有了，我们也用指纹开机，那就是，人家换脚了啊。嗯。拿脚开机，拿脚开机，哦，大冬天，嗯，谦儿哥出来了，哦，皮帽子，围脖，对，皮大衣，嗯，皮靴，呵，拿着手机，嗯，这一出来，叮咚，来电话，嫂子来微信了，嗯，怎么着？你先等会儿啊，我要干嘛呀？我这，你这把这脚露出来好开锁呀？我把脚露出来，连大衣都得脱了。
里边是连身的紧身的内衣啊。好家伙，我这毛裤啊，我也算内衣外穿了，都脱了，秋裤啊，裤衩都脱了。好家伙，就是鞋没脱，感觉。脱鞋，嗯，脱了袜子，嗯，拿过这手机来，哎，这开机了，这外人都不知道我干什么。嗯，嫂子微信，嗯，回来吃吗？嗯，不回来。哦，我再穿上。好，这个费劲呢，我还是回去吧，要不十分钟啊，都穿好了。啊嗯、叮咚，哎，哎行了，行，我换一手机比什么都强。嫂子，嗯，在哪儿吃？嗯，外边。哎，得，叮咚，哎呀，对，早点来吧，就是这么有钱。这叫有钱吗？您说有钱、啊，不光有钱，嗯，而且这个人重情，这是最主要的。这点随他父亲是吧？据传说，老爷子年轻的时候，啊，只要是眼睛能够看得到的女人就爱。这叫重情啊！哎呦，他随他爸爸这点，我也这样。好，八岁，嗯，就爱上了他的表妹。嗨，喜欢表妹，表妹叫绿茶啊，绿茶婊啊。少来这套啊，这词儿我们懂。表妹我好爱你啊。表妹说、哎、不行。怎么？第一，你是我表哥，哦，我是你表妹，咱们不能结婚，这叫亲关系。第二，我有我的志向。您什么志向？长大后我要嫁给王子。你瞧，我嫁到国外去。哦，还要远嫁他乡，嫁给王子。你瞧瞧，我有预感。怎么就预感？我一定会嫁给王子，就有这志向。因为我吃饭的时候拿筷子拿得远，哦，这是一个老讲究，也不是谁传出来啊。啊，拿筷子，嗯，说拿得近，嗯，就嫁了家门口，就守家。越远啊，嗯，说嫁得越远。对，有这么个说法。表妹两根筷子接在一块儿吃。哎呦，长大之后果然嫁给王子了，嫁给炸油条的了。哎嗨，也就炸油条用这么长筷子。没跟表妹成，那是啊，跟嫂子成了。那我们俩这不成家了吗？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是前生造定事，莫错过姻缘。老话说的对，跟嫂子好了都不行了。这我们有感情基础。刚才在后台换衣服啊，脱了裤子换这条彩裤。嗯，我一瞧，哎呦，怎么跟嫂子穿情侣裤衩？哦，你先等会儿，哎，等会儿，你怎么知道是情侣裤衩？胡说八道，我是听高峰说的。嚯，好家伙，嫂子疼人啊，真的啊。嗯，我实话实说呀，嗯，我那个亲嫂子，嗯，不如谦儿嫂。嚯，真的，有时候打门口一过哈，嗯，进来进来，谁呀这是？进来，你看你这边，嫂子，嗯，进来进来，啊，谦儿哥呢？嗯，走了。哎喂嗨。我说这么偷偷摸摸的呢，什么意思？进来了。嗯，什么事儿，嫂子？嗯，进来吃豆腐来，快来。对，吃什么豆腐？他会炒菜做饭啊，这儿吃饭来。嗯，炒一盘麻婆豆腐。嗯，弄了一根金华火腿。哦，这是上好的花雕，把它蒸完了，切成片吃。哦，嫂子，这是什么呀？有一腿啊。你们俩这事儿非搁明面上说吗？这个。你可不避讳点儿，疼兄弟呀，疼兄弟，什么叫有一腿啊？来，你喝着酒啊，嫂子给你包饺子吃。你瞧，小铜锅，哦，吃十个煮十个，你吃这新鲜劲儿。我吃饺子有毛病啊，这饺子一凉了就不吃了，不烫嘴不行。捞出来搁在盘子里，只要鼓肚行，啊。哦，热呀，啊，啊，一会儿凉了，一看不鼓肚了，饺子我就不吃了，泄了气儿。我们家人都知道我这毛病，嗯，吃十个煮十个。好，一小铜锅，嗯，嫂子这儿。喝了酒，嗯，包啊，我，你听过那句话没有啊？什么话？好吃不如饺子啊！就你就让他赶紧包，赶紧包，一会儿我还回来呢。什么意思？这好吃不如饺子啊，好玩啊啊，不如包饺子。我你吓我一身冷汗，啊，你还吓我一身冷汗呢。这些年来人家两口子说句良心话，嗯，针插不入水泼不进，这话倒对，好的不能再好了。嗯，当然啊，这个怎么了，
反正是猫都偷腥啊。谁呀？于老师明着这个绯闻从来没有过。废话嘛，按着也没有过呀。小插曲是有的。哟，你看，你看这底下好期待哦，就等着听热闹呢。这个人非草木，谁能无情啊？您打算说什么？这也说就今年没事啊，今年哎，去年有事儿是吗？去年也这会儿，我看是去年封箱前后吧。啊，后来后台一提这事儿，就乐得都不行了。怎么了？谦哥啊，上午大家出来年下了嘛，说买点这个年货去。嗯，又打他住那小区这儿出来，往外溜达，肚子疼，闹肚子，肚子拧的不行不行，吃错了东西，肚子疼。我跟列位啊，这个东西人有三急，嗯，尤其闹肚子是最难。嗯，他也不像说憋着泡尿，哦，因为那个俄国大诗人约瑟夫说过这么两句话，说什么呀？憋尿能行千里。拉稀寸步难行，这谁说的？这还俄国哪位说成这样的？约瑟夫，哎，行行，岳大爷说的啊。哎，哪儿拎的？于老师突然间肚子，哎呀，啊，都不行不行的，嗯，脸都黄的，哎，疼的，脸好屎黄色，哎呀，哎，好，拉脸上了是吗？别说那么脏，废话，你什么形容词儿这是？啊，反正难受呗。啊，一回头。他在楼群里边啊，旁边这儿呢，一楼嘛，嗯，这边的房子一楼带个小院，嗯，哎，想上人一楼借人厕所，赶紧，哎，这就是一个一楼的小院，嗯，门呢虚掩着院门，嚯，门上挂着牌写俩字儿，写什么呀？情人。你瞧，于老师，哇，嗯，屎意全无，嗨。就别这么文绉绉的了，你是不是给我挂的呀？啊，没别人，就是我呀。是啊，去呗啊、嗯！推门进来了，情人来了，进来，把门关上，一回头，嗯，院里边卧了一条狗，哟，一人高的狗啊，嚯，正嚼铁链子吃呢。好家伙，什么牙口这是？啊，连嚼带咽，嗯。谦儿死的心都有了，多瘆得慌啊！咕噔就跪下了啊！就这会儿，人家本家出来了，嗯、啊，你别动啊，别动啊，别动啊！啊，走走走走走，轰走吧！走走走走，嗯，家里出了人，拽着铁链子给人弄走了，赶紧！好，你命真大！是啊，这玩意儿剃毛之前叫狮子，哎，好家伙，那就是狮子，干嘛还剃毛之前呢？这你们家真缺德啊！啊。那写上点儿啊，你门口干嘛挂个牌写着情人呢？对呀、啊、知道有狗吗？啊，怎么叫情人？渗入。哎，我这什么文化程度啊，我这是。你把于老师气死啊，啊，拧着疼啊，推门出来了，站在门口正运气呢。嗯，这是一楼的小院，嗯，紧挨着就是进楼道那门。哦，打那里边出一女的。哦，二十来岁不到三十啊，于老一瞧啊，嗯，真漂亮，哼，当时就愣了啊，我还有心思唱呢，好开心呐，嗯，哎，嗯，别就这样，女的，哎，你是那个，嗯，于，哎，怎么就对，于谦啊，我是于谦，哈喇子都出来。我至于这么馋得慌吗？我叫于谦，你看别不信啊！你看我的身份证，哎，这犯不上。手机啊，我手机号是139211111111啊，都跟人说。哎，你看，我开机，你看，你别开机，你等一会儿。什么？我还没换呢，是怎么着？我这，你看，这是我微博的登录密码。啊啊，这是支付宝的密码。我跟人说这干嘛？你看，这都是我的，这你们家相片，你看，你看，这还行呢。哎，啊，那个。跟你说点事儿，怎么着？能上你们家拉个稀吗？哎嗨，真泄气这玩意儿。于老师，我的荣幸，快请快请。什么叫荣幸啊？请于老师上家啊，坐电梯，往下十八层。哎，我地狱里头啊，往上十八，往上啊，您这推门啊，到了，于老师请。哦、一进门，哎呦，怎么着？十八层阳光明媚，那高啊！人这屋里边啊，装修的 啊，嗯，落地的大飘窗。哦，全是玻璃，就这几面墙啊，都是大窗户。哼，从底下到上面，通天大玻璃，多赫亮！阳光明媚，这屋里面亮堂堂的。嗯嗯嗯，于老师、嗯，那个洗手间在这儿，您方便一下吧？哦，哦，谢谢谢谢谢谢、嗯。
进厕所去吧。这厕所装修怎么样？四面玻璃。这是按厕所装修的吗？这个挡间一马桶。对，我坐野地里拉屎去了，脱裤子坐马桶。嗯，四面啊啊，大玻璃，女的搬一小凳坐在门外边，俩人发微信。就别弄这事儿了，都这样了，你进来不进来两可了，那就。于老师，您真的很平易近人。那是，于老师，谢谢啊，不好意思啊。于老师，您的表情好痛苦啊。多新鲜！是我正在使劲啊。嗨，我们俩要没得聊，就出去吧。这三十分钟，啊，于老师方便完了，嗯，擦完了，提好了，冲水啊，开门出来，哟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假不假呀？这样。于老师，快来，您坐会儿聊会儿天 啊！哎呦，我特别喜欢听您的相声，没想到这么荣幸，您能在我们家拉一个。嗨，哎，不叫事儿，熟了以后会常来常拉的。哎呀，哎呀，谢谢你姑娘啊，这个这么漂亮，有男朋友吗？哎呦，我都结婚了哦，有老公。嗯，啊，那个小男孩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他是那个国际野人大赛一等奖。野人大赛，嗯，吃自行车大赛的冠军，嚯，跟河马打架，他是金牌得主。要不我先走。哎，人家这，他说人就刺刺这儿，知道吗？多新鲜呢！这个一回来，脑袋想到这儿了，我得走啊！嘣嘣嘣，敲门。好，开门。谁呀？嗯，我。嗯，国际野人大赛一等奖，先到位，吃自行车的冠军。嗯。跟河马打架金牌得主回来了，于老师都傻了。那是，屎又下来了。哎呀，说这么脏废话，嗯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嗯，哎呦，这我不知道，没想到你这开门他会误会的哈。嗯，那你说你干嘛来的？我就说我拉稀来的呀。他不会信的呀。嗯，那怎么办？哎，啊，正好年底了。就说我找了一擦玻璃的，哦，好不好？嗯，就这么说啊。啊，找一小天儿乐了。嗯，擦玻璃的行行。当年我爸爸就是给人擦玻璃。嗨，别提这个了。开门了，这大个儿打外边低着头进来了。啊，这门两米五，大个儿低头进来了。好家伙，他得三米来的。嗯，这是个什么？废话，人不认识啊。那个。我那个粘下来，不，咱家这玻璃飘窗，我找一擦玻璃的啊。哦，嗯，擦吧，可不擦吗？女的进去端出来了四盆水，嚯，凉的、热的、温的，啊，二十块抹布都准备好了。你瞧，嗯，擦吧。嗯，于老师一想，那就擦呗，是吧？人都准备好了啊，踩着凳子啊，擦。嗯，大个儿高兴。是啊，好。哦，这是个干活的材料。这你怎么瞧出来的？嗯，把凳子给我搬过来啊，坐这看看。哎，你也没事儿干了。就爱看他擦玻璃，嗯，擦吧，上午九点擦到晚上十点半，这屎拉的贵了，嗯，屋里屋外是玻璃全擦了啊，嗯，干干净净的，呵，大个儿到最后看腻了啊，人进屋睡觉了，哦，于老师下来啊，嗯，再见，哎，这不再见吗？赶紧回家吧，到家嫂子还不干呢，怎么？干嘛去了？啊，你走一天呢？嗯。哎，我这出去啊，我也是没想到这，嗯，这擦玻璃的是哪儿来的？哎，我们家也一擦玻璃的。嫂子说：“这不年轻了吗？找一擦玻璃的啊。”嚯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赶紧走吧。嗯，给人轰走了。嗯，打这儿起，于老师，嗯，不敢离开家了。那是我得防着点啊。但是，特别同情擦玻璃的，只要是。窗户外边谁叫擦玻璃？于老师站那看，看看眼泪都能下来。那是，想的太多。这是不是我？不是，别往自个儿身上想。太难过了啊！后来买一望远镜，嗯，没事站着就看，看擦玻璃的，看看哪有擦玻璃的，嗯，哪那么些擦玻璃的？那是啊。到后来没有擦玻璃的，那也爱看，看什么呢？因为他发现这个高倍望远镜可以看到对面的卧室。瞧我们爷俩这经历多相似啊！嗯，有时候吃完中午饭，嗯，嫂子出去了，家里就剩他一个人了。哦，拿过望远镜来，站在窗户这儿，
哎，等会儿，我看热了是怎么着？看熟人啊！哟，谁呀？熟人？正对过那卧室是德云社说相声的高峰他们家的卧室。啊，对，我们住邻居。我看，哎，一男一女床上睡觉。嚯，看，嗯，吃完中午饭能看到傍晚五点半。好家伙！哎，看完了放下，嗯，下楼楼梯口等着啊，等高峰。等高峰干嘛？高峰，嗯，我今儿这一下午累得够瞧的。怎么意思？拿望远镜看啊，没想到看见你跟你媳妇睡觉了。嘿，高峰乐坏了啊！你买个好望远镜吧。怎么？那是你媳妇儿啊？去你的吧！